台湾第一座以及唯一专为流行音乐打造的多功能复兴园区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以音乐不受控的概念出发，发出多支动画短片，都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其中北流更找来知名歌手翻碗演唱宣传 Jingle， 快来猜猜这些声音是谁吧。主题曲中吗？赶快打开沉迷影片，跟我一起享受音乐不受控。跟我一起翻完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主题曲吧，准备好就到打卡和抢票两支动画寻找我的歌声，让我们一起体验音乐不受控。我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我要你天天来打卡。以上你都猜对了吗？一系列的场馆品牌形象短片，透过动画跟音乐和艺人的跨界连结，期盼用音乐能量让更多人关注北流，也让这里为音乐创造更多变的可能性。快揪你身边的音乐人、艺术人，准备一起去朝圣吧！王全乐综合报道。